么慢的？你说你咋这么着急呢？不是着急，今儿是活急。啊，那你快点的，我那边还有事呢。有啥事你得把这活干完。那个今天这个活还是给明星做粉丝啊。你们上次都分多少钱？我80，95，150，我75。今天这么的，一律50。干啥呀？谁到？那上回嗓子都喊劈了，才给80块钱。那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是一个好哥们找的，咱们友情价给整一场，这活干好了以后全是好活，知道不？我就给你喊50的。对，这孩子真完蛋了，吃里出菜呢，你喊50块钱。都给我卖点力气啊，还拿着分一点，给你拿着，山叔给你拿着。钱给我。你拿50。你没干过这么。你拿了50，你拿50。你分一下。告诉你，一定要卖点力气，一定要出菜，听着没？你好。哎。找谁？谁是大成呢？大成，我大成呢。啊，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，我姓张，张经济啊。啊，对。哎呀妈，张经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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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孩子搁这等一会儿人来，这个张经济，这个我这人全到齐了啊，到齐了。怎么就这几个人啊？这过年的放假打电话，这都现调来的。人这么少，能有气氛吗？哎呦我的妈，这帮一个孩子盯十个，全是精英啊。大成的，我告诉你啊，嗯，这次歌手到这儿宣传，我们公司相当重视。你把气氛给我整足足的，另外咱俩头一次合作，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了。张经济你放心啊，我们鹅卵石礼仪公司业务相当硬了，近年来培养出一大批职业粉丝。行行行，捧红不少人。就行，你就说就多少钱吧。多少钱？那个小五十不能干。多少钱？你一共3000。3000了，太贵了。这平时一个人都300，今天给你打50%，一个人150，你要行先交50%定金。你别提定钱的事，完事以后我全都给你，你给我介绍介绍啊。第一次跟你办事，我谢谢你。哎，放心吧。孩子们，来来过来，来啊，来向我这看齐，向他那旮瘩看。这位就是张经济。你们好。哎，大家好。我介绍一下我这帮孩子啊。好，这孩子是尖叫组的毛毛。好。这个是口号组的张瑶。哎，你好。那个是拥抱组的娇娇。哎，我是签名组的，我叫苏小龙。你欠不问你了吗？ 你问不问我也是签名组的，我叫苏小龙。这熊下你要个签名你都能受伤，你要什么签名？这回你归口号组，过来。我喊不了，我上口号。你把钱给我拿回来，来，你把钱给我拿。啊，那能喊，能喊。真是我真是，哎，领导不了你们了，还真是。哎，大鹏，哎，你那后边拿砖头呢？那是干啥的？那是。他呀，是新给你开发的。啊啊！你往前走一步，你试一下就知道了。这往前呢？你就试一下，你往前走。哎呀妈，这。这干啥呀？这我干啥呀？这吓唬吓唬粉丝，相当于明星的保镖，就维持秩序啥的。先拉倒吧，你把他整来了，你把粉丝不都先吓跑了吗？不能啊，还吓跑？就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就老有经验了，你知道不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明星就需要这种氛围，现场是越乱，显得明星越火，你没问题呀。啊，那谁呢？我老人呢？你老人那边那活还没下来呢，一会儿过来了。在那边活没下来，我儿子活太忙。那行，那除了他人算到齐了，咱给咱这粉丝起个名，叫啥？您对了，您那个歌手叫什么？啊，叫三炮。好。啥名字不好听啊？啥不好听？现在不有个电影叫三枪吗？那我知道啊，挺火的。我先给歌手就起个名叫三炮。你是？你三千火，三千里有个大牙，你叫大牙得了呗。那就三炮，那三炮这名挺难起。男粉丝这回叫泡菜，泡，女粉丝叫泡面。泡我就是炮台吧。炮台。行，哎呀，你这名起的都非常贴切。嗯，大厂长，能不能展示一下？想看一看能力是吧？对，实力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口号你先来。行，这俩孩子是这里最能喊的。来，到这边来。三炮，三炮，停，军炮。不
玩意儿了，烂糟的节奏，三炮，三炮的，这一开始，三炮，三炮，弹三调，加了口号，三炮三炮，吓你一跳，三炮三炮，等你来到，三天三夜都没睡觉，呀耶，太好了，这个台词太好词了呀，声优洪亮。还行，思维敏捷。哎，你原先是干啥的？我原来是市场卖白菜的，都是人才呀。一会儿明星来，你们就这么喊啊、哦？行行，我不行不行，这不喊能行了？大伙一起喊，喊出点和声，那才好听。你们还有和声？你就听我的啊。来来来，尖叫组的，这孩子，这大点小个能干啥呀？这是。哦啊，你别看我这孩子个小，但是嗓子好。今天唱美声的是吗？听老头的，给他来一声，咱就说高不？啊？你听见了吗？不高吗？打哈欠呢，刚才。你是没睡醒啊，还打哈欠？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？好好给山叔喊一声来。啊！使劲。行，啥妈这还高啊？啊，嘿，只要钱到位，坐立都干脆。来来，再高点的，再高点啊！啊，那你有点心理准备啊。行，来了，不用高了，保持实力。一会儿他带头，大伙都得喊呢，让他歇一会儿。喊不了，咋的？嗓子不行，嗓子不行，咋喊呢？你咋这么气儿呢？你嗓子不好，你状态能不能好点？咋好状态？好不又结了婚，你都给我整砸了！嗓子不好的，一会儿跟我学，怎么整？眼睛瞪大点的，嘴变成 no 字形，万分的惊讶，眼睛闭上，五官挤到一起，你不管出啥声，这都是内心的。哎呀，你这太好听了，不得劲，干啥了？难受，知道没？什么啥？你这还得给你加戏呢。他加啥戏啊？薅头发。妈，我这薅人明星头发不得削我呀？他能打死你？薅自个儿的，薅人家干啥呀？我有病啊！我什么有病？你看这明星高兴不？高兴啊。激动不？激动啊。那就得薅。你加钱不？加钱，你薅掉一根头发5块钱。真给呀？你看我说话说话这玩意儿呢？哎呀妈，那我豁出去了，那早知道戴头套来好了。那个，咱们下一个组到谁了？下一个小麦子，穿的最洋气的啊！那孩子刚从东南亚一带回来的，那孩子是负责拥抱的，娇娇、哦、来，娇娇、自我介绍一下，来，你好。哎呀，这啥玩意儿？开！什么玩意儿？疯了你啊！啊！介绍谁让你上台拥抱了？介绍一下，文当的文当，介绍一下。抱歉，我跟你说，这孩子其实原先也是演员，他后来没发展起来，就落下点病根儿。我看挺好，好吗？啊，这好啥呀？好的还没登场呢，重量级的没出来呢。谁呀？我儿子，痛苦组组长。哎呀，还有痛苦组啊？那是我精心培养啊，一下生就听我哭声长大，对哭那是相当有研究的。啊，哎，来了。啊。老大爷们儿，
刚干完两个活哭了两场，来晚了 ，sorry。老人派头永远是最直接的。都着急了。完了。那活儿中介满意吗？非常之顺利。是吗？哦，我来等会儿啊。那个毛毛，你带他们下去好好训练训练，好好陪他陪他。我们还行，不用。那个儿子，今天你爹又揽个活，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。开始。不是，我刚哭完两场，让我歇一嗓子，哭哑了。这完蛋完，你哭哑，我把钱都给发出去了。我钱呢？你钱你回家再算吧。你当这些人，你说这还好听吗？那男的女的？哟，忘问了，你那是男的女的？啊，胖子是个男的。男的，去吧。多大岁数了？21岁。英年早逝啊！啊？说啥？整哪啥去了？是明星。鼓捣药了？什么？什么骨头药？是明星到咱们这儿宣传来了。骨头药宣什么传？得抓他。你明白什么叫粉丝不？爹，啥粉丝毒这么大给整没了？啥毒大？就是明星是活的。活的怎么还哭呢？你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？大长子，你没跟他说明白呀？儿子，你成岔劈了！你问的什么玩意儿乱糟的？是一个明星啊，上咱这开一个见面会，请咱当粉丝来了。啊，要咱装粉丝？不对，粉丝，咱装冤无号那个。对，你唠哪去了？那也不用哭啊，啥不用哭？这不就表示你们看见明星以后，你激动吗？激动，你不就得哭吗？那个张经济，我忘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儿子专业是干白活的。你这家伙。上午我刚扶走俩，我可忙了，忙。你扶几个我不管，你们那个哭和咱的哭那是两回事儿。哦，现场混乱，一哭就是一回事。对，我儿啥都能哭。哎，前两天有个老母猪下15个羔子，我俩还给哭一回去。那东家可满意了，你要不信，现在给你哭下来啊。出场费还没给呢。还啥出场费？我俩都谈完了。张经济，你不明白这个行的规矩。刚才呀，那是那个哭吧，得另算钱。哭得另算，哭得另算钱。哦，那我就问问，那你们平时哭一个是多少钱呢？我们不论个，我们论痛。痛，痛，哭一痛多少钱？啊？那你一痛多少钱？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的哭谱。还有哭谱？菜有菜谱，哭有哭谱，哭法不同，价位不同。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哎呀。哎呀，还挺专业的。看啊，第八页写的，小哭20，中哭50，大哭80，嚎啕大哭100，翻白眼哭抽了150，哎，哭抽了脑脚心脑垮就窝不醒的250，这是工钱，赏钱另算，就先不用论赏钱了。嗯，你这价太高了。这还高吗？不高，去年更高，今年赶上金融危机，你享福去吧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也不是差钱，但是你们一定给我保证质量啊！哎呀，这个你大可不用放心。我们哭的真诚，哭的讲理，如果发现假哭现象，可以到哭协协会去告我们，好吧？对。哎，我活这么大头一回还听说还有哭协。物业哈，我爹是哭协协会的副协长。嗯，好吧。啊，这是副协长。对对。那正协长谁呀？我妈。那个张经理啊，你用不用咱先两说的。我们一定要给你展示一下，要不然你容易后悔。行，是不是？这么的，我朗诵，儿子哭你听。可以，行不行？看我们活。老人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活一定给他拿下，要不然又整黄了。必须开始吧。啊，开始吧。啊，这什么毛病？是锣鼓声声，鞭炮齐鸣，他咋就那么样的响啊？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来迎接一位歌坛红儿三
套上套。你咋又来你了吧呀你快呀上套啊，让我们发着肺部喊出一声上套我爱你奔放。行啥行，这怎么能快说行呢？你这哭的吧倒挺好啊，但你这个语气听着太不舒服了。不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根据情绪来哭。没事，到时候高兴点就完了吧，高兴点哭。大恒啊，你这娘，你们各组啊这个表现的都非常好是吗？但是你们整体这种气氛我不太放心。这么来，我呢装马明星，我从飞机上下来，你让你的粉丝团来接我，我看气氛到底到什么程度。那个，这回你就是山炮了呗？啊，对对，我现在就是山炮。哦、行，咱第一次合作，必须让你满意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我手势。行、啊，那个毛毛，毛毛把人都给我带回来。哎哎，来了，来来。干啥呀？这个。来啊！这我向我这嘎子看齐。那这怎么样？挺好。我告诉你啊，刚才张经济对咱每个人的实力给予认可，很满意，很满意。但是集体阵容他没有看到，有点不放心啊、嗯。我们一定要把这活给我拿下来，好好卖点力气，好不好？好。看我手势，放下来。啊啥？干得好！没事吧？啊，道歉的，没事吧？啊，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，行吧，太好了，是吧？哎，我这气氛太好了啊。这我终于放心了，放心了，放心了。来，你放心，拿下。我们这来电话了，哎，来，可能是来了。那好，准备，准备，准备，做好准备。好，他也必然拿下。准备银子。喂，哎呀，放心吧，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们落地了。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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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啊，啊，那我知道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啊，啊，哎呀。停，不用准备了。咋的？来不了了。咋来不了了呢？那个天气的原因，飞机返航了。没事，那我们等一会儿呗。没事，不是，就是不用等了，就是今天就不来了。哎，你真不来了？啊，取消了。哎呀妈，太好了！妈，我可走了，那活能接上，快点。你这净耽误事儿，这是。我要回家偷菜去呢。啊，不来了，那行。人家都走了，你来看啥？走吧，给钱了吗？对，你没结账呢。你这话说，人没来，我给你们什么钱呢？你人没来，我把钱都开出去了。嗯、对，你钱开出去，你找他们要去，你跟我要什么钱呢？我给你干活，找人家要啥钱呢？你怎么能说是给我干活？人没来，你给谁干的活啊？你人没来，我人不来了吗？你来不来？你来吧，你来不来？我人没来，你没接到人的话，你钱给他们，你不给他要钱，你跟我这不跟我要什么钱？你来不来？我人没来，你没接到人，你钱给他们，你不给他要钱，你跟我要什么钱？你有病啊你啊！你精神不好啊？你来不来？你来不来？人没来的话，你没来的话，我你就跟我你跟我要什么钱？
姐，我跟你说多少回了，活人钱不好挣啊。没事没事，老人他这是耍赖，小样的，他要敢该咱钱，他就别想过好年。那怎么整啊？爹带你上他家哭去。爹呢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娃哈哈2010。